Tiens-la. Tiens, monsieur. Donc, je... 刚才你说的话, 我都听到了。 我坚决地和你在一起, 支持你。 我知道我不是个聪明人, 但是我会努力的。 从小, 我就喜欢当医生。 喜欢当医生的这种感觉，可是，在我心底，我并不知道我喜欢当医生的什么。今天听了你的话，我知道了，我喜欢当医生的这种神圣感。以后我要向你学习，带着科里的年轻大夫一起，努力地成为一个好医生。 谢谢你。 不过要纠正你一下， 不是支持我， 也不是站在我这一边， 而是我们都要站在好医生这一边。 我不喜欢拉帮结伙， 也不打算排斥异己。 我们要做的， 只是每个人自觉地 要求自己。 顾大夫，您和钟主任都聊什么了呀？我跟他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当个好医生。我们大家都要当个好医生。赶快把今天的病案都拿给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严格要求你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股劲儿，做个好医生。即使做不到， 起码得知道。哦，您好，金行长，我是仁华医院心外科的钟立行，啊，我想找时间上门去看看老人家。哦，钟主任，啊，这事儿我们过几天再议吧。我母亲她情况还不错，过几天我会去医院找你的。嗯，那好吧，再见。 我对钟主任有意见。有什么意见，说吧。我还记得上次钟主任刚来的时候，您说我抢救病人不及时，说我到外地做手术的事儿。但是我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，钟主任也出去做了手术，只不过不在外地，而是在本市。有这样的事情？ 你怎么知道？上个星期五下午5点多钟，我亲眼看到他和刘护士长一起出去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去做手术了呢？
你说话要负责任。我当然会负责任。我去 CCU 调查过了，当天下午，刘护士长带走了一整套的手术室器械，星期六一早才回来。您不信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工作记录。好，这个事情我可以去调查，查清楚我会给你个说法。还有，我认为钟主任这个人没有能力带好新闻。像金行长母亲的这个病例，很明显的是他主治不当。这么特殊的病人，就应该特殊对待。更何况人家还关系着咱们医院的贷款。一个科主任，不但要有出色的技术，更要有能力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际关系。他跟我们医院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，您应该考虑一下，像他这样的人还值不值得任用。好了，这个问题不要再说了，我有我的看法。钟主任虽然有些不太热情，但是他有他的想法。这件问题不能只看结果，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吴院长，您这是偏袒。不要再说了，即便是他做的不对，我们也不会用你。你那篇论文的事情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你自己就做得那么好吗？三床的药，五床的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会弄错呢？说了多少次了，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不能犯的。魏院长，啊，行，重新拿去检查一次。怎么样？有一件事情我要问问你，你得如实跟我说。行，您问吧。上个星期五，你是不是跟钟主任出去做了手术？问你话呢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去哪儿做的手术？给谁做的？我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吴院长，谁告诉您的，您就去问谁吧。我真的不能说。你们是干什么？你们知不知道院里三令五申的规定，医务人员不能去外院做手术？你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给我难堪吗？让我们怎么管理？我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。为什么？我真的不能说。你别再问我了，行吗？如果您要处分我，我就接受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怎么不能来？上个星期，钟立行和刘敏去外院做了手术。我问刘敏，刘敏死活不说。你是不是也去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一丹，什么叫你不知道在说什么？现在院里议论纷纷的，你能不能别给我添麻烦？什么是我给你添麻烦？你这不是添麻烦是什么呀？人家都告到院里来了，要是添麻烦的话，那也是给我添麻烦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就算我不是你的老公，你不把我当老公，我是这个医院的副院长啊。武副院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态度不好，请你原谅。你要处分就处分吧。我跟你说啊，院里对这件事情一定会调查的。如果你要参与的话，
虽然武院长当面维护了钟主任，但武院长和钟主任还是生了嫌隙。聪明人对聪明人，明白人对明白人，两个人心里都知道，有些事儿需要敞开心扉谈了，但是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 我听江一丹说你在找我，你是想问我上星期五出去做手术的事吧？我是出去做了一个手术，是帮一个朋友的忙，这事我应该跟你打招呼，是我的错。 值班吗？嗯，不用了。一起吃了饭吧，回来几个月了都没一起吃过饭。服务员，哎，来瓶白酒。好的，请问大瓶还是小瓶的？大瓶的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用不着了，就我们两个人。 今天我想一醉方休，来喝一个。哎，你跟我来这套。 虽然不用值班，但万一有什么事，怕出问题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没关系，你喝吧。我们两个有一个清醒的就行。我们两个留一个清醒的。<笑>你记得咱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啊，学医的不让喝酒，每次出去大家都想尝试一下，每次总有一帮人不能喝酒。 这真是人说的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啊！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多少梦里有你追随。<笑>你今天想诗人？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。李行。 你说，我们两个还能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吗？当然可以，明勋。我知道你心里面对我有些失望，也知道有些话不愿意跟我说。但是，明勋，只要你相信我。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们还是能回到从前那个样子。你能告诉我，你出去做了什么手术吗？过几天吧。过几天，我全都告诉你。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你不信任我？不是，只是不到时候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江一丹也参与了？嗯。哎呀，我真是失败啊！谁都不告诉我。我问江一丹。
江一丹死活都不说，还有那个刘敏，他们的态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都说是宁肯挨处分也绝不告诉我。我这个院长也太失败了吧。宁心，你不要误会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出去做的手术室，是丁院长。丁院长怎么了？肺癌，不想让你知道，怕你有压力，也怕引起医院的混乱，所以委托我在外面做手术。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，但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在什么地方？你带我去见他。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都瞒着我不告诉我，太过分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林迅，对不起，他现在在周院长的医院，手术效果还可以，但已经扩散了。喂，林迅，我是陈光远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。我刚刚到医院，出事了，你最好赶紧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金行长的母亲心脏病发作，已经昏迷了，急需抢救，你看怎么办？马上送医院，我马上过来。李行，快点，金老太太的病发了，快走。心肌梗死，心跳已停。两毫克发比妥，静脉注射。紧急插管，紧急开胸，准备电击。200毫安，快！250。300，同志，太强了吧！300，快，再来一次！开胸准备好了没有？紧急麻醉，开胸。立行，行吗？一定要救，征求家属意见，签同意书，快！好了，还没抢救过来，钟主任要紧急开胸，看你们家属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？走，签个字，签个字吧。吴院长，陈院长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你们跟我来吧，走吧。
天机，不知浩然。一个生命在眼前消失了。那天钟主任完全失控，只是一个劲儿徒劳地按压心脏，谁也没有去阻止他，也不敢去阻止他。死亡是对人生最大的教育，也是最大的惩罚，只是太过严厉，无人能承受。立心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怪我？跟生命比起来，我们所谓的尊严算得了什么？我很后悔。如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应该那么固执。我有机会给他做手术，有机会能把他救活。我想的是一样的，我应该早点去看他，去解释。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节哀吧，有什么话你想说就说，这实在是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如果我早点把老人家送到医院来，如果我再强硬一点，不让老太太由着性子来，也许她还能多活几年。我是个不孝的儿子。
建行长，对不起，本来我一直想到家里探望老人家，劝他回来做手术，我打过电话，但我没有坚持，没想到今天就出了这样的事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歉意，我只希望您能。 原谅我们，对不起，钟主任，别说了，不是你们的错，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。其实那天吧，我来医院不是接老母亲出院的，是想找你，找江大夫，请你们再给老母亲做手术。 结果遇上了抢救，就岔开了，没说下去。江大夫，你那天说了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得。你说的很对，你说，在你们自己家里，你们怎么宠的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怪我，怪我太由着老太太了。 你们都去忙吧，我想一个人在这待会儿。女婿，还有一些病人在等我，我先去忙。 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早点去看秦老太太。不，是我错了。行了行了，立行，你赶紧带我去把丁院长接回来吧。立行都告诉我了，我突然觉得我撑不住了，院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 丁院长也不在，要是丁院长在的话，局面恐怕不会是这样。快走吧。 这间病房从今天起就是丁院长的专用病房，啊，你负责照顾，我担任主治医师。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明轩，去看看建行长他们走了没有，能不能把建行长给叫来？ 丁院长，您这是？
老院长，你再别说了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关于医院贷款的事儿啊，您放心，等过几天我母亲的事儿一处理完，就给你们办。我很抱歉，把家里的事儿搅和进来。我这个人吧，最不喜欢公事私事搅和一块儿，那不是好的风气。这些日子呢，我进进出出你们医院好几回，亲眼看见你们医院的医生护士的工作态度。把钱带给你们这样的医院，我们放心，我信任你们。明确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么晚了，急着找我呀？严老师，坐。有件事。说一下，别觉得意外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了？李院长病了，肺癌三期，已经转移了。他在哪儿？在外院做的手术，重点先给找的人。江一丹和刘敏都参加了手术。在外院做手术，那他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他为什么要瞒着大家？你看，丁院长就怕您这急脾气，你一知道，全院人都知道了。说实话，我在你们心目当中的形象就这么差。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以后不这样。沈老师现在在丁院长那儿，今天也太晚了，明天你去看看他。谢谢你，明雪。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，明白。但是离婚这件事情，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心里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
见老丁好留的时候，我可以常常到办公室去，跟他谈谈工作。可是今天，我才看到，原来做他的前妻是这么不容易。他病了，我心里这么牵挂他，舍不得他，但是我依旧不可能跑到他的床前去。你们也是这时候才让我知道的。对不起。明天过来看他吧。你还是现在就来。他真的病得挺重的，真的。你来看看吧。宝拉，今天太晚了。我明天一大早一定来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在做手术。啊，你说丁海，这两天我正忙呢，没找到他。我不是答应你了吗？找到了他，我一定通知你。我正忙着呢。啊，好，以后再说。嗯，再见。谁呀，严老师？还有谁呀？不就是那个唐小婉吗？我答应他，让他见丁海，这倒好了。一天来七八个电话，就是催啊催啊催的。他不会是爱上丁海了吧？你怎么了，孩子？吃醋了你？没有。不会的，他就是喜欢丁海，丁海也不会喜欢他的。再说了，他是我们的一个病人，他是来投诉的，我们对他就得有点耐心。现在我们的医院啊，就像是在水上走路的。那要不我去跟他沟通一下，跟他道个歉。你完全没有那个必要。见到丁海了吗？没有，从那天起就没见过他了。严处长，小倩，丁海在吗？哦，杨老师，丁海他有好几天都没到科室来上班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打过他的手机，是关机的。要不您晚上到他宿舍看看？比赛是吧？
快！毫克巴比妥，心脏按压40分钟。来，丁海，心肺复苏，紧急出站。不好意思，进出去。引力床位，360毫安。360毫安，再来。360毫。先送 CCU 密切观察，醒过来给他做心电图应激实验，透露 CT 扫描、脑电图及24小时动态心电图。好。丁海，你裤子呢？把裤子穿起来。在哪儿捡的病人啊？穿成这样就来了，累死我了！快给我弄口水喝。立行，怎么样？丁海又闹事了吧？严老师别急，我们科后继有人了。干得漂亮，心源性猝死，从现场到医院40分钟，一气呵成。